这好球。刚刚那一段影片啊，视频还有几张照片是这个旅居加拿大40年的莉莉姐啊，那这次回台湾探亲啊，也顺便来求证啊找我，然后来的时候我老婆在，她说她说我是你老公的粉丝啊，这个莉莉姐非常直率的一位大姐，她说她在加拿大温哥华，那这几年啊休闲活动就是参加当地的这个撞球社团，算有一个撞球队，都打斯诺克。那他说他们欣赏我的，也算是我的粉丝了，感谢莉莉姐的抬爱。那我说服他了一下，他才说好，让照片跟这个影片可以上传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纪念。那莉莉姐今天这个6月6号就回她的旅居地温哥华，那这几天碰面也聊了一些她的故事，每个人都有一个精彩的人生，然后动人的一些生活点滴的故事。那我希望莉莉姐在这个加拿大旅居生活一切平安健康，那这个也希望他回去这个能够有好的成绩。那短短几天那他有一些事情在忙，所以他打球时间没有很多，那只是我把一些建议心得分享。好，莉莉姐加油，大家保重平安。